队长，你干嘛带一个女鬼过来？他就是拿个假牙给我看，我说那个你是不是带假牙？他说对。他是六十岁七模的嘛，他半年前那个该陪的，那个女孩子对我都半年。职业杀手，杀人杀不死人，我要他死干嘛？我只要他怕。周日晚上8点，敬请锁定《重案追缉令》。